酒吧泰国 Go Bus Thailand。现在我们要来吃东西哦。OK 啦，刚才呢就已经吃饱了，现在呢我们要排队等冲凉。现在呢我们要前往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耶！哇哦，它这边，哇哦，那边还有一棵圣诞树。你不能呢，不能透明，我不要扣，不要扣我背上。1 hour later。几点半了？我这八点半，两个钟头。小狗，过来，他追过来，不会赶得过。过分了，呀！哎呦，小心哦，小心你的电话掉了。不会啦，哦，我这边没有看过桥来看这个。这边可以拍照，这边很美的河。狗来不可以跑，我要追你的。哇！走吧。好，他以为他要你找这边火车过，这边是火车过了。
快点要给他，你给他，啊，你给他，啊，你给他，快点，你放个他杯子那边，放杯子，近点，啊，近点，嗯，哦，好多钱，他会拿的，啊，我不会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在一个佛这边拜拜。哇，你要有这个走路的声音。要回。哇，疗愈，真的很疗愈。走。
1 hour later. One hour later. 耶、yeah, 今天呢是我们在泰国曼谷的第三天，我们还有多三天的行程哦。然后呢，其实这家酒店呢是叫 Centerpoint， OK， 这家酒店呢是很特别的哦，这里大概有20多楼吧，哦，三十楼哦。然后呢，我们明天的中午12点呢，我们就会退房，马来西亚时间1点哦，然后呢12点退房完了呢，我们2点钟呢就要搬家了，我们就要进新的酒店咯。哇哦，究竟新的酒店会是怎么样美美的呢？那我们一起拭目以待，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的。然后呢，明天我们也会去到四面佛，可是呢它只是拜拜而已，可能罢了啊，我们不会去，就是我们一些人不会去四面佛，我们就会在楼下的那个我们酒店的楼下那边，就是坐等他们回来，所以要需要一点时间。之后呢，我就不晓得会去哪里了，我们就一起期待明天的行程吧。今天我们的行程也是已经告一段落啦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在整理着我们的这个酒店的房间哈，因为明天我们要退房了，所以呢要整理，你看很乱，乱死了，所以我们要整理哈，泡面啊这些都在整理当中。Call police 1155. 観光警察署より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電車発着の際は大変危険ですので。
アハイ線の内川までお下がりください。天気な旅へ気をつけて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お問い合わせはお電話で1155番観光警察まで。请注意火车马上到站，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，请站在某线后等待，请站在某线后等待。旅游警察希望您有个安全愉快的假期，如有问题请拨打1155，旅游警察为您服务。
要去捧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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